抱歉，你就像雾里面一样，我看不清楚你。那我们贴近一点看。好、哦，真的隐隐约约歌词就在这边，这设计非常的巧妙。自由，你说什么？啊，藏不住的温柔，抱歉。啊，是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温柔怎么讲？刚才温柔怎么讲？gentle 嘛 ，gentle。Yeah, I'm very gentle. I cannot hide my gentle. 只有在摄影的人要上车的，你就不要这样。啊，这个杯子啊，你轻轻的撕开，就像黄杰进入你的心房。还残留了一点痕迹在上面。黄杰在你的心中留下了痕迹。拿出 CD 是一片。像天空一样美的蓝，这个蓝不是 blue， 是 sky blue。后面，对不起，他自己忍不住想整理一下。好的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哈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很悲伤。我这样介绍你怎么不悲伤呢？大家可以拿给我签名。好不好？哎，有想给我签名吗？好，可以感受到你们很想。好，再来，出去的人可以拿一个贴纸啊。这个黄介，我可以8月10号跟11号在台北的 Legacy 啊，这是我的发片表演。那为什么会只有在 Legacy 表演呢？因为我们这次的舞台啊，就是有做一些真的摆设，就是没有办法带走的，所以哈、哦，就是。所以再来台北连办两场，然后来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就去拿这个贴纸啊，你拿了就你上面写我可以，就是拿代表你可以来看，啊，就拿着这个地方来看，好不好？好。8月10号、11号，好。好，刚刚是不是有人想要跟我交谈？有谁？出来听听啊！啊，你看不敢了吧？什么说啊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是我自作多情。好的，那再来这首歌，这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叫做我可以，是我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。等一下啊、我叫父给我一个 key 直接下来。